我的个乖乖，这他娘的是陈魂窟！刚才在战场上，要不是他袖手旁观、怯战怕死，孩儿早就杀了青龙了。哎呀，败了就是败了，说那么多做甚？明明就是因为他。住口！杀敌不利还想谢责？个混账东西，我给大王去陈魂窟受刑。是，去。是。怎么了？魂窟，快走！那殿下、二殿下奉命来此受罚，他们马上就要到了。如果让他们看到你在这儿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快跟我走！左边的那边，你走那边。走，我这边。你来干什么？别看我不笑我，我是怕大哥二哥受苦，他们下手轻一些。又抓抓我！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呢？热烈公平，两位殿下驾到。我的乖乖，这他娘的是禅魂窟，这怎么还有人间的知识啊？属下听说二位殿下前来，没敢怠慢，王两成新来个人类厨子，我让他炒了几道菜，特意孝敬二位。那怎么只有一双碗筷？你看什么看？我先吃。小红书。